放假日到菜市场集合，慈济志工不买菜来打扫。这个是我们 MPPB 的一个 building， 十多年前呢，这个也是一个 library 的地方，可是就放着蛮久了哈。这个改造了过后，会可以给孩子更好的地方去做，有一个学习的环境。Bi hari ini kamu main sini ya, seronok tak? Seronok. Buat kerja apa? Tolong kabaran. Penat lah, tak penat. Tak penat. Library kalau sudah siap ah, kamu akan gembira tak? Gembira, gembira. Oh, tolong.大家都期待着焕然一新的图书馆。Library 里面我们有五个空间，第一进去就是 beanbag， 就是你坐在地上，relax 的。然后去到前面有三个坐子圆的，如果你要有 discussion 的，你都可以在那边。然后去到尾端左手边呢，我们是有一个助理，是给大家进到里面，他心情都会比较平静下来的。好，然后中间这边呢，就是一排一排的坐子哦，就是普通他要温习功课自己的空间哦。然后最接近这边左边，我们一个甲楼。假如上去，台湾可以看到其他的空间更美的咯。孩子温习功课的好去处，来自亚一旦、槟城和吉打的志工们携手来打造。大爱新闻蔡迪根、陈敏，马来西亚报道。